你想一辈子待这里？欧洲攻略是一个很酷炫的一种时尚特工片的感觉。充满新鲜感吗？演员颜值也都很高。现代高科技感的一个特工电影。他们终于摆脱这个杀马院了。如果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，所以其实是蛮危险的。科技化就现代化一些，然后动作场面也会更加精彩。有喜剧。喂，干嘛？哇，你好毒啊！爱情在里面。我们相处一个月，看谁能保住自己的心。你又欠我一条命，好棒！